这间梦幻色调的民宿对孩子们来说，那就是不折不扣的游乐园。单就甜蜜派对房来说，门外走廊就有一个可爱的沙坑可以玩沙，而房内那逗趣的糖果屋床铺，除了里头可以睡一个小孩，连屋顶都是张小床铺呢。而且房间内的两栋城堡分别为厕所跟浴室，如果没注意还以为只是装潢。大厅里的旋转木马正是取名叫做童装的最佳代表，这里每个房型都富有巧思，各有各的趣味，不论是哪一间，相信都可以让孩子们玩上一整天。